BLACKPINK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15日在韩国首尔正式起跑，首场演唱会让粉丝们都超期待，从彩排开始就是美貌大放送，无论是四人在一起的模样还是个别的 solo 舞台都是满满的魅力，唯一还没出过 solo 的基素个人舞台也引发话题，粉丝纷纷高喊是时候让基素 solo 出道了吧。 JENNIE 也祭出新曲表演，主唱 ROSE 的全开麦无电音让粉丝听得如痴如醉，主舞 LISA 甚至还表演了钢管舞，超绝身材辣到不行，整场演唱会下来被大赞根本值回票价，台下也有许多艺人好友现身，像是 TWICE 的智孝、娜莲、某某、MINA、 一直有娜莉亚、爱子、MINI、 宇宙少女包娜、演员朴宝剑都到场支持 BLACKPINK， 连台下都如此星光闪闪，完全太羡慕去演唱会的粉丝们，期待台湾场的到来，台湾粉丝们准备好抢票了吗？